盲选帅哥挑战四，选出你们认为的那个帅哥。你们先，我选二号。大家跟我是哎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我今天就要跟你 battle 一下，我选三号。非主流，非主流暴露他的年龄了，肯定是个小年轻小哥哥呀。那你们俩这种主动示爱的都不怎么样，看我的一号一点都没有露出来，只给我看到他们家的设计感，现代轻奢的设计风格，一看家庭条件就。你有没有想过出来的不是一个人？非主流。我去。上就上，咋不在这发言？是我作茧自缚。是我爱的太纯粹。无聊。我看见你有个胸肌了吗？我看到他那的胸毛了，没成成胸肌。来吧，二号，欧美男神。I ain't tryna tell you what to do, but try to play it cool. Baby, I ain't playing by your rules. 我该喝呀！我好想打个喷嚏啊！You always in a mood, fuck around, acting brand new. 这边你要追什么？现在必须取我的火箭，哪怕每张只要两张，你还愿意？待会儿钱分一下。来，下一条，一号，还现代轻奢吗？我是帅哥，是帅哥。吃光，他一口都能把我吃了，我感觉。抖音。